个是我姐。我俩长得像不像？像不像双胞胎？哎呀，我俩往这一站跟年画娃娃似的。小弟快走吧，还有两步到家了。走不动了，姐呀。啊，你这快递里边太沉了，啥呀，两箱矿泉水啊？那哪能啊，30个哑铃。哎呦我去，咋了？我必须说你两句了啊。那哑铃还有个网上买的，那外卖没有卖的吗？人家都能送货上门。干啥呢？自拍呢？小弟，你手咋的了？怎么还回不过来弯了呢？啊！我看看，让你这哑铃给我沉的呗，这抽筋了，快给我掰一下子。哎呦我去，这扯不扯你？以后这事你找我姐夫行不行啊？哎，你姐夫，我都抓不着他人影。我最近啊，越来越怀念过去。你说我刚认识你姐夫的时候，那会儿他多阳光，我每次看见他，那都眼前一亮。那何止是眼前一亮啊，那都晃眼睛，是不是？我姐夫原来干吃电焊的，拿电焊一吃吧，哇哇哇哇，刺眼睛啊。你别跟我提他了，一提你姐夫我就生气，一生气我就想买东西，一买东西我就收到快递，一收到快递我就想到我的弟弟，一想到我弟弟我就想到，对了老弟，我在那个驿站还有俩快递，还有俩快递，掉头还是哑铃啊？不能、啊、这回真是矿泉水。哎呀，你可省点用气的吧。等等等，啊，张总啊，你放心吧，我第18稿的方案呢已经给你发过去了，你看一下，要不行的话我再改啊。哎，李姐呀，你放心吧，你微信我都已经置顶了，我就等着给你砍这一刀呢。哎呀，你说啊，现在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，这房子越来越大，可大家看一看，我在家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了。我在网上啊预约了一个整理师，让他来我家好好给我整理整理。来了，等一下。哎呀我是您在网上约的整理师。哎呀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把你盼来了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，快找地方坐。找不着吧？那咱们就站着聊吧。哥，你家装修风格挺独特呀，这是什么风啊？驿站风啊？不对，严格来说，我家的装修风格属于是痛风，让你寸步难行。没关系。在工作之前呢，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我自己。在下金牌整理师小何，我们的工作呀，就是将你们家这些物品呢、进行分类、归纳、整理。不过我简单的看了一下，我推荐你们使用我的第二套方案，断舍离。什么是断舍离？就是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该撇撇、该扔扔，让你的生活更轻松。这个好，这个好啊！那还等啥呀？干活吧，来，往这屋冲。先别往那儿冲，往这儿冲，充值。来，好好好，加个微信，我把我们服务的价格表发给你。好好好，哎，来，对方微信人数已达到上限。哥，你这社交能力挺强啊！啊，就是业务忙，客户多，没事啊，我删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我删一个啊，我看看啊，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是我朋友。哎呀，这个是我客户啊，你把这个花开富贵删了。你上一边去，这个是我妈。啊，哥，这样交给我，我是整理师，不光为你整理生活，整理这些无用社交也是我的工作。好，来交给你啊。对，我给你删。对，你删啊。但是这样啊，你删谁的千万别告诉我，别让我看见，你自己删。嗯，来去。嗯嗯，不行，我还是看着点吧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小弟，快来，进来。哎，姐。这玩意儿好啊！啊，哎，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？这玩意儿省地的，不累呀、啊。哎，你赶紧把这一堆快递现在都给我移到书房去啊！抓紧时间。收到。哎，真沉呐！哎呀，姐夫，姐，哎，快来，干嘛呀？抓住我姐夫了，一会儿跑了。抓住你，行了，你撒开，你撒开，哎，哎呦我天哪！
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了啦。那你要是没事的话，你就给我上一半拉待着去。这是谁呀？这不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北方大区喝多了找不着家门掌门人文掌门吗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这不是让我在家打地铺的室友，幸福小区左一趟右一趟快递最多身体倍儿棒的蒋帮主，以及他小喽喽板桥吗？姐夫，我感觉我最起码得是个堂主，你知道吗？文掌门，刚才蒋帮主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你啥意思？哎，怎么跟文掌门说话呢？人家的微信那是随便回的吗？你最少得提前一个礼拜预约。你看看上次回我微信是什么时候？半个月前吧。你再打开人家的朋友圈看一看，一天能发十几条，老厉害了。打不开了，姐，他把你删了。他把我删了。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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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删完了。我把这个东北三省仓储物流分拣中心负责人蒋女士，我给她删了。呀，这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嫂子吧？请问怎么称呼啊？我应该就是你口中的东北仓储这个哎这个蒋女士。你手咋那么欠呢？你啊，谁让你删的？对不起，是个误会。你谁呀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金牌整理师小何，这次受文先生的邀请来咱们家做断舍离。我听明白了，这是要跟你离呀、啊？你还要跟我离？什么什么？你就没听明白？断舍离不是离啊、哦，断舍离是给生活做减法，就像这一屋子的东西，把没用的、多余的、使用频率不高的都丢弃，这样才能给幸福做加法，才能有新的东西再进来。还有新东西进来？那我可搬不动了啊！我这胳膊还没好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整理师是吧？是啊，你刚才说的给幸福做加法，我听明白了，但是怎么说这个减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也没有啥需要舍弃的，他东西都让我扔得差不多了。嫂子，你就想，你看，你肯定有东西要舍弃，你仔细找，你就找吧，这屋里这么多东西，你肯定有舍弃的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不是，你俩看我干嘛呀？人家让你断舍离，不是让你俩向我看齐，上那边找找。啊、哦，那就没有啥需要舍弃的了。还没有要舍弃的。嗯，来来来，这么的啊，来，咱就看看这个柜子啊，就这个里边得装多少东西。我在家我都不敢大声说话，我就怕我声音一大呀，把这个柜子呀、啊、这个门给它震开。来，这样。哎呦我天哪！姐夫，你家柜儿下肚了，上肚了。你这是干啥呀，姐？看到这个场面，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这我还不明白。他明白了。柜子太小，赶紧换个大的。过来，你赶紧发力吧！你看看，什么都没少，又要添大件了。哥，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。你小子自信的可怕。小弟，这柜子够大不？这是集装箱。哎，蒋女士啊，每天买买买一定很辛苦吧？那能不辛苦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东西都是你没日没夜精心挑选的。那他那都是啊，有点意思。起开，老师，坐。人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，你这话呀一下就说到我心坎上了。不像某些人呐，只关心我买的多不多，他。从来不问我拆的累不累。姐夫，点你呢，上一边去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将物品进行分类，然后统一进行丢弃。嗯，哈哈哈，泼天的富贵终于泼我脸上了，我天天帮他打快递。来，今天要丢啥？丢我这里。这个小伙子还是个热心肠。没事啊，断舍离，我看我从哪儿开始断。来来来，这样啊，大家把目光转向这里来。咱们看一下这片区域啊，来靠边，你不觉得某一样东西它比较多吗？水杯这玩意儿留一两个就行了，姐。不许动，那都是我的宝贝。不就这几个水杯怎么就变宝贝了？啥也不懂，起开起开起开起。这些杯子都是有使命的，不同的饮品要有不同的杯子，
就比如说这个，它是我用来喝绿茶的。每当看到叶子在杯中立起来飘舞的姿态，我就会感到身心愉悦。再比如说这个，每次拿它喝碳酸饮料看泡泡的时候，我就会感觉非常的治愈。同理，这个是用来喝咖啡的，这个是用来喝牛奶的，这个是用来喝果汁的，这个那这个是用来喝啥的呢？这是花盆儿，谁给放这了？你是蒋女士，你高啊！我服了啊！这几个杯子被你说的是头头是道啊！是的，来，大家把目光再次转到这里，我问你来，这些杯子你又是喝啥的？给我答案。那你说咱家万一要是来个客人呢？就咱家这屋里面还能进来人吗？怎么进不来啊？进来一只苍蝇都得撞快递上。我跟你讲，这些不光是杯子，他们更是一种陪伴，他们给我安全感，我给他们一个家，天经地义。这么胡闹。行了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你说的，姐夫他有点无理取闹了。小姑还是你明事理啊，你说怎么办？惯着啊，必须惯着，女人就是用来惯着的，对不对啊？哎哎，姐姐、啊、我明白你啊，你就是想要陪伴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哎呀，哎，我就没明白了啊，你养个小猫小狗，它跟你有个互动，那叫陪伴，不是就这几个杯子，它怎么就陪伴你了？你看看啊，我每天早上睁眼喝水就能看到它们，我睁眼都想看见你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呢？我不得创业吗？现在咱们辽宁创业环境这么好，我不得奋斗，我不得加油吗？那你我那怎么了？我听见我不是哥，天天他不着急、啊。冷静，交给我，这件事情我处理，你不花钱了吗？你交给我处理了呀？对呀、啊，要不你钱不就白花了吗？你好，冒昧的问一下，花多少钱呢？按分钟收费。抓紧时间。好好好。现在开始，每人选三样认为对方最应该断舍离的东西。对，别整三样，要整啊就整三大类啊，用不上的算一类，过期的算一类，还有啊，我看不上眼的算一类。丢，到你了。到我了吧？那我就要大显身手了，咱们就先从哪下手？懵了吧？这家里面有我的东西吗？啊？我一无所有啊，我把我的后路早就断了，我仰天长啸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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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断呢舍呀，姐夫我真佩服你，我要是你啊，我一点也哈不出来。来断吧。好，你说断的啊，那我就先断你手机网。哎，断不了啊，那是我的成功之路。好，那你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群退了，舍得不？舍不得，那是我的潜在客户。那你就离开那些酒肉朋友。离不开，那是我的精神支柱。你看看他的态度，他俩还挺能捣鼓。嘟，你把你嘴管住。我发现他俩有问题全是因为你。哥你干啥呀？你都三大类了，你退一个，你退一个，你退，必须退。行，我听你的啊，那我就退。小弟看着他，让他退。嗯，姐听我的，退了、啊、我就退这个了，就退他，退这个啊。对，真得呀，姐、哎、他把咱家族群退了、啊、拿来。他这是要断了我，舍了你，离开咱们这个家呀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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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我让你退群，你退相亲相爱一家人是吧？不是，不是。好，拿来，我把你这些置顶的破群我都给你退了啊！哎，你别退呀、啊！哎，什么点赞群？不是，哎，什么转发群？宠物百岁群？别退呀、啊！拿走。哎呀，没少退呀、啊！你咋知道呢？我手机都清了。真狠呐！你删我微信，退我群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好。怎么着？我今天我跟你战斗到底呀、啊！你斗呗。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哎，看谁能斗过谁。来来来 来，你看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你攒了好多年的大牌的包装袋，我今天我都给你扔了。你干啥？你哎，我让你滚！你别别走走走！哎，来，咱看看这是啥。你在沈阳各大饭店收藏的打火机，我给你当摔炮。
好，哎，过年好呗，新春快乐呗，龙年大吉呗，来兄弟，来都有啊，哎叔，哎，咋的？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你收藏的十二星座口红。你什么星座来的？我这处女座呀。处女座啊？你骗谁呢？你呀，天秤座。不是，小样的，我秤杆子，我给你撅舌头。哎哎哎，不是，你上升了，你是金牛座，我跟你牛蹄子两掰。来，谁要？我发。来，解放解放，都给。来，再让我们看看这是啥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个是老茶。哎，你最爱喝的普洱吧？小弟，拿回去煮茶叶蛋。收到。来来来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晃不晃眼睛？啊，三大类。这是你定制的高跟鞋，而且是四一的，当初你等就等了半年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撑大它，来，我看，哎，你那三八的脚还没我大呢啊、哦！来，小舅子，你穿上，你给我撑肥它。我也没有他脚大。你既然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来、哎，来来来，不是，大家跟随着我往这儿看。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！我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，闹着玩呢。我刚才我是跟你撒娇呢，撒娇呢。你把它放下，这个按岁数说呀，它就不应该是酒了啊。这是我大哥呀，你把它放下。好好好，那就让你大哥来祭奠我的高跟鞋吧。哎、别别别别别，大哥呀，都撒了。姐夫，你大哥挺辣呀。拿走。好啊，你真狠呐。怎么地？你回我大哥是吧？啊！我废你老弟！我的妈！小白，你闭嘴！你闭嘴！你闹他！冷静！咋的？冷静！来，冷静！小样！冷静！不能断以前的东西，太激化你们矛盾。现在我们着手当下，好不好？看眼前的。当下，好吧。眼前，对眼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买的东西都没有用。来，靠边，我看看啊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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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你看看这个，来。看看这里都是什么啊？不是，咱们看一下啊。来，你看，保温杯。你说你家里这么多水杯了，你又买个保温的有用吗？这不浪费吗？你看啊，来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药片啊，都过期了，治啥的你还记得吗？护肝片。你说你也不喝酒，你还护上肝了。这裤带，你看看，这款式多老，我爹都不能系。刮胡刀，你说你一个女的，你买刮胡。护肝片，嘿，哎呀，这不是我最爱喝的辉山奢享娟山纯牛奶吗？这还有个纸条呢，1%珍惜奢享娟山，送给100%珍贵的你。媳妇儿。就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买的，还用问吗？姐夫就差写你名儿呢。我把咱家快递摆得这么乱，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。我想我都摆成这造型了，你咋也能打开一个看看吧。结果没想到你太忙了，一回家不是回群里的消息，就是维护人际关系。你想想，你都多长时间没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手机里的通话记录就只有快递员，还有你的双胞胎弟弟。还有说到杯子，你嫌我杯子多乱花钱，那是你不记得，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就是杯子。因为你说过，一辈子，一辈子。老婆，我错了，都怨我。我一直忙着奋斗、赶路，
可是我忘了我最终极的目标，是你，是这个家。媳妇儿啊，我向你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什么无用的酒局啊、社交啊，我都给他退了。我在家都陪你。以后，你的安全感，老公给你。太太是你啊，张律师，啥也没干，把钱挣了哈。张律师啊，你这个断舍离真厉害，谢谢你啊。谢谢，快走，快走。不是，哥，我干嘛去？关键你是按分钟收费的呀。不是，接下来几句话是免费的。哥姐，今天咱们家的断舍离啊，其实是让二位学会如何该放则放，该断则断。学会断舍离，让过去的烦恼随风而逝，为未来的生活腾出空间。如果两位接下来还有断舍离的东西可以交给我，我会把它送给有需要的人。太好了，真是既不浪费还有意义。我决定我先断舍离。我支持你。你要断啥呀？我先把你断了。不是，我天天跟你在一起，我都没有时间处对象，我处对象去了。干啥呀？